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新北市文化局副局长于副局长为我们致欢迎词，我们掌声欢迎。Now welcome the Deputy Commissioner of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of the Utah City Government to give us her welcome remarks. 我们的蓝局长以及蔡董事长以及吴德兰老师，还有我们的会长，然后吴委员，那还有我们的院长在这边，很多的贵宾哈，而且非常喜爱印度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想一年一度的印度文化节来了，那个一进到这样的一个社区，其实心中是非常非常的振奋跟开心的。那来到这里，能够感受到这个印度文化的那样的一个活力哈。那刚刚我想大家有很多朋友们都参与了游行，那借由大家来到新北的戏子的梦想社区，我想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欢迎大家来到这里。那我刚刚跟区长还有蔡董事长在聊，应该要有文化的力量哈，来带动这整个的戏子社区。其实我心里也很有感觉。那或许有没有可能，这个是戏子地区成为所有爱好印度，无论是你是不是印度人，或者是喜欢印度文化的朋友们，都来到这里，那带给这里的社区不同不同的特色，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而像我们刚刚走啊，让游行，然后看到如果是蔡董事长的这个建筑结构的话，就看到它是非常非常的有颜色，而且是这个它的火是非常非常让人家开心的。所以我觉得来到这里，我不知道，我心情非常非常的，就一个很 open mind 的心情。所以不知道，我自己就觉得很想跳舞啊，很想跟大家聊聊天啊，或者吃吃印度的特色的小吃也好，那或者是等一下听说还有瑜伽哦，所以我很期待，那真的很开心，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那今天还有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欢迎大家来到这边，那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快乐的午后，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to the Deputy Commissioner to talk about how beautifully Dean community has been able to play this role of a cultural mecca for spreading Indian culture, and she hopes that this will continue, and not just Indians, but everyone who loves India and loves Indian culture can continue to celebrate it and enjoy it over here. And so thank you to Gordon for helping us do that, and also a special thanks to the Sheets of Borough Chief, Mr. Hu Guangli, 里长，也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